警消人员赶紧把妇人从芭乐园里抬了出来，当时吓起大雷雨，妇人被雷击中后躺在担架上，已经奄奄一息。一旁路过民众当时听到一阵轰隆巨响的雷声，走近妇人一看就已没有呼吸心跳。 护人身上是不是有被雷击的痕迹？或类似说有类似那种烧焦的东西的痕迹吗？对不对？有，就衣物有烧焦的现象啊，也有闻到焦味。事情发生在十四号下午，突然下起大雷雨，詹姓妇人刚好就在芭乐园工作，遭到雷击后当场昏迷倒地。一旁一起工作的先生发现后，赶紧立刻报警。患者已经呕吐，出现呕吐状态，那而且左额头处有一处 伤约1.1公分伤口，身体多处有衣物破损。妇人急救半小时后仍然宣告不治，但法医相验后是因雷击导致皮下出血，没想到夫妻一起出门工作，太太却一去不回。记者陈梦辉、李玉涵、彰化报道。